剧组有10亿零用演员，是种什么体验？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有些名字。叫培根。我叫张吉，他叫季布。季布的培根很高级。挖地瓜开始了。挖地瓜开不开心？不开心。他老是跟说不一样啊。说错了，就调整。我觉得你们可以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好棒。